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第29课啊，请多提意见，请多提意见。来看一下，这是盆景，盆景，盆景，这是盆栽。盆栽，它是园艺师，它是园艺师，它在修剪树木，修剪树木，这是艺术作品，一些艺术作品。艺术作品，这个是君子兰。君子兰，绿色的是叶子，叶子，红色的是花，红色的是花。你看一下左边的君子兰和右边的君子兰有什么不同呢？右边的君子兰开花了，开花了，开花了，开花。然后下一个，摆，摆，摆在桌子上，桌子上摆着几个照片，几张照片。这个呢是挂。挂，挂照片，挂。下一个，左边读长是一个动词，右边读长是一个形容词。花长得很好看，它的头发很长。长和长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哈，这个是字画，字画，字画旁边有一个书架，书架，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一些古书，这些书很久以前的书叫古书。墙上挂着照片，这是一幅字画，一幅字画。注意一下"幅"字怎么写，整齐，整齐，整齐的反义词乱。你看一下，乱。下一个呢是的，的，的的前面是形容词，后面是动词，动词轻轻的放，整齐的摆着很多古书。盆景，花开了，浇，修整。修整的重叠式是 AABB，修整修整。下一个是就，当一个动作和另外一个动作时间相差不远，表示一个动作完了之后，立刻发生了第二个动作。比如说，他们吃了饭就来了。我到了家就给你打电话，就。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一些形容词的重叠，有 AA 形式，比如说红红、绿绿、长长、大大，也有 AABB，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、
漂漂亮亮，高高兴兴，热热闹闹。我们说存现句是什么呢？是先说地点，地点的后面再说有什么，有什么，先说地点，再说有什么。比如说，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字画，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字画。这种就是存现句，这种就是存现句哈。墙上摆着两张照片，墙上挂着字画，书架上放着古书，是存现句哈。看一下形容词重叠。AA 长长的头发，高高的鼻子。AABB 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。好，那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。